心态是比较紧张。欢迎吗？你欢迎吗？啊，你那个怎么是黑色的？你要吃什么？又黑色的。可以给我一根吗？你要给我什么颜色的？我买个米饼。咪咩，当当嘟嘟当当。慢慢吃。在里面。对啊，你把它的咬咬成一半。对啊，你又把人家的头给吃掉了。黄色的，那是黄色的 gummy bear。那你吃什么颜色？哇，它的头不见啦！是的。好了，我再吃一个就很饱了。吃这个糖果很容易口渴哈，因为太甜了。